居然是古神之墓！我在古书禁忌篇里看到过，古神之墓是古书的最高级法术之一，不止威力强大，每一条古神身上都附有奇毒，纵使是半神境也拿它束手无策。我去，这么牛！没想到老祖还藏有这手。师父小心！雕虫小技，哼，还没完呢！要偷袭，师父注意脚下！云爷，你完了！我这古蛇不止不幸两得，重要的是还能封印修为。这下无论你是不是装的，都使不出灵力了。今日必死于我手！脚还给你。完了，这次站错队了。老祖，弟子对药王谷是忠心的呀。老祖，哎，等会儿，你们别扒拉我。蛊毒已解，手元减三。是吗？本来还想见识见识你这号称能毒倒半神的蛊蛇有什么特别的，就这？你也这反应不对，可我分明看到蛊蛇咬中了他。哼，云野，别装了，要是你肯跪地求饶，向我磕三个响头，说不定我倒是愿意放你一马。能看到闻名天下的云帝磕响头，死几条宝贝蛊蛇倒也值得。收起你那可笑的幻想，十方乾坤，法身，去！怎么会？你为什么还能使用灵力？究竟用了什么法子解了蛊毒？不可能！这些魍魉手段才伤不了我师父。可恶，被这老匹夫唬住了。云野一出手就是大招，哪有一点被封住灵力的样子？都死了！死了！哎，幸亏刚刚出生的不是我。药无尘，你可服气？想当初那件事完完整整交代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真相就是王恒造成了魔斑翼，被青云圣域主发现击杀。你还要我说什么？不能说，说了我就完了。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还不老实，断你一臂，你做惩戒。我只说一个词，幽灵珠。他怎么知道？没想到云野到得这么快。先前搭讪的二人应该是他的大弟子凌风和五弟子袁小璐吧。雾王我特地透露了潜伏这么久才得到的消息，这才几个时辰，云野就杀上门了。我的毕生目标就是取下大魔头性命，名扬整个修真界。不过他大徒弟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莲花峰也不是一片铁板了，这倒可以利用。看来来晚了，战斗结束了，让我见见大名鼎鼎的魔头究竟长什么样。不过这声音有点耳熟。谁？取下大魔头性命？这么会玩？他是云野。云帝饶命！我说，我倒说，我已经废了一只手，再废一只死了算了。青昭子，既然你对我的求援信视若无睹，休怪我破坏约定。要沦落到这地步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那段时日，王恒接触到好几个满身黑斑的病人，反复翻阅古籍，确认是魔斑翼。他禀告我后展开调查，多条线索直指青云圣运。魔斑翼是幽冥魔君的拿手好戏，各大古籍上遍寻不到解药，这是修真界的大祸呀。老祖放心，此等大事我必不可能放过。你速去寻找解药。我本想拆穿青云圣域做的恶事，这时青云圣域主青昭子找上门来。小儿顽劣，近日偶获幽灵珠，不小心闹出了点风波，竟然惊动了贵派掌门，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？说得轻松，这可不是区区风波吧？若是你愿意配合，除了幽灵珠，我派最近还得到了一部功法，可以完善你的蛊术。当然了，其他的宝贝也不会少。就是刚刚被我师父轻松破解的那套蛊蛇功法，你就动心与青昭子交换了利益。还有呢？如果仅仅互相包庇，一旦魔斑翼爆发，仍然只包不住火。青昭子告知了我解药如何炼化，
需将药方投入炉中，燃烧炼药者的灵力性命，一共三天三夜。